岩纸板是制作大型美术用品的时候，是一些经常会用到的材料。不过直接将这些岩纸板化身为艺术作品，大家有没有见过呢？来自日本的大野萌菜美是一位纸板艺术家，他利用岩纸板制作出无数精致得令人无法置信的艺术品。大野萌菜美非常擅长用纸板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艺术品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的大学时期的遭遇。原来大野萌菜美就读于大阪艺术学院，当时资金不足的他为了完成学校的专案，于是想出了一个成本比较低的创作方式，由亚马逊网站上面订购了一些价格较低的岩纸板，用来创作这些艺术品。经过这一次的经历，他都发现了纸板艺术的有趣之处，于是开始不断地创作，作品的精细程度也都越来越高。他的作品范围由日常用品、食物做到交通工具都应有尽有，就连流行文化和人物、机械人等等较冷门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。汽车、手表这一种常见的物品更加是顺手拈来。最令人佩服的是，他连食物都做得栩栩如生，令人看到都觉得肚饿啊。看完这些作品之后，是不是都被他巧夺天工的手艺所震撼到呢？如果想要欣赏更加多他的其他作品，可以追踪他的 IG 账号吧。